我们请张总召执行，时间45分钟。好。我们大会主席哈，我们蔡副议长，还有我们高雄市府哈，我们陈市长，还有我们两位副市长哈，还有各区组首长哈，还有议员同事哈，大家早安，大家好哈。今仔日哈，我就本县哈，要来总咨询哈。我今仔要来讲的哈，就是记名投票吼，责任政治，就是伫按顶礼拜吼，按5月27吼，按三读通过啦吼，按地方制度法吼诶修正案吼，按未来按个直辖市、甲按个县市吼，啊甲按个乡镇市代表吼。会特别采取记名投票了吼，啊，这我感觉这是非常的好，就讲终结黑金政治，终结议长贿选吼，啊，阳光法案杜绝贿选吼，这是咱台湾民主政治吼重要的里程碑啦。啊，足可惜的吼，就讲国民党吼，伫这个时阵讲咱开民主倒车了吼，破坏民主体制，这是对咱。民主政治啦，职业政治吼，严重的误解。因为像讲本色，我嘛是民进党所提名选出来的议员，我嘛是爱对阮的本党所提出来正副议长，我嘛是爱落实阮的政党的理念，嘛是爱投予阮民进党。对什么投予阮？我嘛是为着阮提名，民进党提名嘛，我带来投予阮的正副议长。我感觉这是。非常的好诶，所以讲，这袂当讲吼，开民主倒车，这就是讲袂当两者混合一谈嘛。就讲美国，因为参众议院因足早因拢开，因拢采取记名投票啊。尤其因搁较好诶，种恁记名投票，你伫网站上，你拢会当看到讲，因是赞成甲无赞成，搁因诶法案。所以讲，记名投票，我感觉开放这是通过，这是非常的好诶。啊，市长，你的感觉咧？按通过按咧记名投票，啊，市长吼，我要请教吼，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啊，请市长说明一下。啊，市长请答复。谢谢主席，啊，谢谢张议员哈，我是非常认同支持记名投票。台湾进入了一个政党政治，那过去在我们整个议会民主发展的过程之中，经常会发现议员卖票，不是所有的议员若干，在一个模糊的空间，因为我们没有记名投票，那让若干对于政党政治不认同啊，或者是他们愿意要规避这样责任的人啊，就是比较希望说采取无记名的投票。但是我是认为现在选民都是非常的聪明，资讯非常透明公开，我们要杜绝买票卖票，最好的方式就是记名投票。大家对自己任何的选择，不管你选议长副议长，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政党自由的意志去做选择，但是要负责，没有说在模糊或者这样的一个空间之下让台湾的议会政治蒙羞。像去年台南，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台湾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这是很可惜。但是也要让政治更加清明，你去看的议会要杜绝买票卖票，就是记名投票，我认为这样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谢谢。这代表安市长嘛认同了，赞成了。我这样要来问的吼，就植物性的遇害啦吼，就是讲对咱农业的影响啊。就讲
哇，啊，这可能新世纪大家看无的款。主要吼，按伫顶冬啦吼，按风台吼，啊个梅雨啦吼，啊顶冬也非常的多，啊尤其吼农损也非常的严重啦吼，啊尤其吼，唔但对安尼农作物啦吼，诶损害也非常的严重，所以讲。足侪农民喺那边咧反映啊，我讲要安怎来减少按农民的损害，啊要来向按中央争取补助，吼、哦，按咧天然灾害现金的救助。啊有当时啊，各公所吼，伊的公告的资讯无一定是统一，啊有当时啊，按农民吼爱佫经过反映。反映给立委，啊，立委再过来向按中央无吼来争取，所以讲吼，这个物件我嘛希望按农业局甲按民政局无爱整合一下，一个单一窗口，看要安怎来处理。吼，啊，这请按农业局之后，恁有啥物配套措施无？来，局长请到。谢谢张议员哦，对咱农民的关心哦。首先，俺甲张议员报告一下吼，其实按补助方式。我个人啦、啊、哈，唔是讲真赞成啦、啊、哈。不过因为安尼因应整个大气候的一个变迁那么严厉哈、啊，那么我是鼓励安尼农民用友善的耕作方式来提升安农作物的品质，比如讲安农有机会呢来代替化肥，减少土壤的酸化的时候，安农作物呢的抵抗力自然会提升，因为经过安尼遮啊，安尼埋啊。干净的油包，我们发现有这种事情。第二个，你丁议员所讲的，就讲，迄、那个阮两个含民政局是咪统一的窗口？其实，阮南民政局拢整合的还不错啦，哈。就是讲安怎讲咧？你的资讯有赶快无？有，因为天然灾害的农业天然灾害就是。好，安顶当的油包为什么个立委向阮中央争取？我甲丁议员报告一下。伊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早期的时候是天然灾害，就是叫做风台。风台我知啊。哎，但是今年因为安鲁西文耍遇到三月的阴雨季节、嗯，所以讲阴雨季节产生后发性的，等于讲迟发性的，伊大先正月份、二月份看袂到的，后壁三月才看到，五月才看到遮，所以用安尼来救助的。哦，这是一只特别爱甲丁员感谢，顺便甲你报告一下。因为主要吼啊，卖有灾害，卖有风台，卖有梅雨季节吼，来打乱按规个诶生产诶季节改变无，卖有改变，应该是也无像你讲诶，未损失大。不过既然是事实啦，你毋是讲你阿多讲诶补助毋是上好，不过农民诶想法嘛未当像你讲诶，伊嘛总无爱你补助啊，不过拄着啊里面啦，风台来，竹啊拍掉，哦，比如玉荷包，啊就。嘛，迄个风台来扫掉，也是讲冻伤，我都开花结果啊，这嘛不是伊所爱啊。所以讲，这按会当体谅按农民朋友因的苦心啦，哈。所以讲，伊农业天然救助办法内面，伊特别对着每一个品项的这个农作物有救助的这个金额无相共，吼、哦、啊。所以讲咧，伫按正感谢按官级按市级的立委啦，哈、哦，包括按民政局公所的帮忙之下，按正在做，哦，拢真顺利啦，拢真顺利。啊，所以讲，包括按最近公告的呢，啊，大家拢继续努力在做，安尼。所以你讲的吼，因为我的感觉啦，你是讲顶头的吼，风台啦吼，做啊，啊加着冻伤的啦吼，啊个风台要来的时阵，就讲孙啊啦，哦，得孙啊，到底按补助内面？我甲丁元报告一下。伊顶一边伊个特殊的诶，伊个补助诶，无伫安进内面。但是诶时候，后壁安个做啊，做啊大声，那是迄个时候都啊无。但后壁伊个冻伤诶，是后壁后发性迟发性。因为我知影后壁冻伤，我想风台诶时阵啊吼，因为孙仔伊个生长期你也知啦吼，伊、是伫过年过吼开始咧大春嘛，对不对？對啊，不过孙仔你啊风台大诶时阵，伊无长啦吼，安尼摇啦，摇到尾伊会开要哪生孙啊？所以讲，我甲丁员报告，天然灾害办那个时候，伊内面算较重要一个，就是讲农民发觉到伊的灾损的时候，伊爱主动甲安尼公所来。啊，就是讲，伊甲公所讲，啊，公所讲，啊，这不是伫灾害内面啊，你损啊，不是啊。其实是安尼，
天天在内面的时候，按在现场看。去现场看的时候，如果啊讲有，所以我跟你讲了资讯嘛，恁都爱统合嘛，爱等你窗口嘛，就教民政局要来配合嘛。不是啦，我们家庭教育啦，因为农业这是你主管单位嘛，啊民政局安尼公所是算哦，安怎来受理，因来配合嘛。啊，我希望来讲，什么会什么会，你嘛因为你对农业内行嘛，啊内行的时阵，就孙啊你就知影，这洪台来伊嘛是爱受了啊，伊嘛是爱迄落。伤害到啊！啊，伤害到的时阵，安要安怎来帮助这些农民啊？阮这阮来加强吼，按这个一挂宣导啊，加这个教育，安尼好吧？吼。啊，等下迄落到时时吼，按副议长吼，因为梅珍要甲借五分钟，一等下可能也是要问迄落先我讲一下。好，好，梅珍议员来。谢谢咱的迄落张总找我，就是大家问证，你前面麦克风加讲就是啊。谢谢咱的张总招哦，大家为了我们高雄的市政哦，不分党派，然后借我五分钟，我很感谢哦。那因为刚刚问到一半，就是说，其实刚刚青年就业问题哦，所以说讲到说这些职缺哦，高雄市我们的社会局是借由劳务采购的方式，所以显示我们市政府社会局哦，已经造成不安定就业跟低薪的所得带动者。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到。那因为刚刚社会局长有回答，其实小组是回答过啊，因为刚刚时间的问题，所以说我刚刚说，因为您的回答，所以有人到我们的服务处来检举说，在你们的局本部里面哦，就是有人故意工作不做，然后一直等到要上班要加班的时间才开始做这些工作。那其实他的底薪哦，本来就已经有3万多块，那如果说他又要加薪，这样子变成4万多块，然后故意把工作延宕。那因为刚刚局长回答说，社会局有很多的不稳定状态，所以你们是在跟各局处比较起来，你们加班的时数是很容易加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请那个社会局长回答，然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会后之后去查到底是现在是不是你们社会局有这样子的氛围，所以才会产生八千多个时数的这样子加班的这样的数据哦，请社会局长回答。来，局长请答复一下。谢谢副议长，谢谢议员的关心哈。社会局的加班状况的确是很高了哈，这个我们也是不乐见的哈。但是我们所有相关的一个规定，都是按照我们相关行政院人事处人事行政总处加班及加班费支给要点的这个方式来运作，一的是加班费或者是补休这样子的方式。那我刚有特别问了一下我们的人事室主任，说有没有同仁可以另外在加班费加了10000多块，就我们内部的资料来看是没有这样子的数据啦。但是您说同仁社会局的同仁会白天不上班，只为了等加班费，所以下班之后才来报加班费，这个状况就我们平常实务面来看，我会跟我的理解的确是落差蛮大的啦啊。但是如果议员您手上有很明确说是哪一个同仁有这样子的状况，我想我们当然是可以直接来查。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同仁真的，谁不希望早点下班回去跟家人相聚啦？我想。如果您觉得那个案例是有很明确的资料，我们当然一定会严正来查。但是我们像目前的状况，业务真的是增加到我们加班都是不得已的。谢谢局长，我不能否认说社会局同仁的辛苦，尤其在这个局处。但是就是说，现在就是上次您回答有民众看到电视，然后来我的服务处检举，所以说这个部分他指定是局本部，我们可以回去来查。他指定是局本部的人，现在就是上班呢，青菜这者还是不去勘察哦。等到加班时间再，因为就必须要加班就可以加薪，那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社会局要检讨，也希望局长去查一下这个事情。那以上，谢谢局长，谢谢你请坐。谢谢我们的那个张总召，谢谢。来吼、哦，我要等下吼，我来讲，安高雄市区哦，安个中山路吼、哦，证明为美丽岛大道啦吼、哦。因为美丽岛啦吼、哦，是安高雄人吼、哦，安个基因、安个记忆啦，大家对这个也拢非常的了解啦。所以讲，要来讲中山路
吼，安尼正名改做美丽达大道红。市长，你的看法呢？市长，请答复。谢谢。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就是中山路就叫，就是大概大家会称之它是美丽岛大道了哈。不过有没有证明啊？当然，如果议会同意，我是非常乐观其成的。当然，美丽岛事件在台湾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啊，确实，在1979年啊发生这样的事件。那很多人坐牢等等啊，这个在一个民主发展的过程，这样的事件对台湾社会的冲击也很大，但是在民主的提升上，确实从这个事件以后，台湾社会很多的开放，包括台湾国会全面改选，包括戒严令的解除，包括党禁暴禁等等，都是从美丽岛事件以后啊，所以我想如果现在的中山路能够证明为美丽岛大道，台湾就是一个美丽岛，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非常赞成，谢谢。所以我也希望安市长安在尤其安徐副市长们这样，我也拜托您爱努力一下，因为美丽岛大道无吼，尤其对小港机场入来无吼，对咱中山路入来嘛吼，这嘛是一个足大的象征性，甲咱中山路无改做美丽岛大道，互咱国际游客入来无吼，但讲这条道路伊的名是安怎号来，互人知影咱台湾的历史，我的感觉这嘛是非常的好，啊，这嘛是讲互咱高雄无吼，咱出去安讲，咱若出门讲也来高雄，咱这个中山路美丽岛大道嘛非常的水，啊，尤其。不是讲要证明尔，啊，要安怎来搞安尼中山路啊吼？要安怎来改变？就是讲吼，安中山路安尼人行道啦吼，嘛非常的宽广吼，啊，唔过就是缺那个缺乏吼活动，那不是要证明尔，要打造有温度的街道。这吼，就是纽约啦吼，安尼纽约吼，曼哈顿啊加百老汇吼，大道几个主要吼入口的交叉口吼，这样的纽约嘛是大兴旗鼓吼，伫个街道改善啦，伊毋是讲毋是封街专为安尼城市广场，伊是缩减车道的数量，啊目前吼改善交通，啊嘛改善英俊啊。过去哦，观念拢以车为先的概念，把街道的空间哦，和安的行人，我感觉人伊嘛做了非常的成功，吼，安伫多面阿嘛拢有看到，就是讲吼，因伫遮啊，我嘛阿嘛中山路无吼，为人行道啦吼，会当来改善，会当来做安呢，我感觉这是非常好的，带动一个城市嘛，啊，城市你讲的。啊！若伫中山路，按的时阵，规拢是车，毋过伊边啊，香槟边啊，伊个人行步道嘛，非常的宽。啊，嘛会当来想讲，要安怎来改造，互人外国的游客来，会感觉安这是一个友善城市啊。啊，嘛是，吼，要来安高雄，吼，啊，伫安个人行街道，要安，吼，安尼行来行去，吼，啊，嘛有咖啡厅，吼，啊，嘛有迄个足济嘛会上来看要安怎开放，师傅。你的感觉是安怎？来，副市长请答复。多谢主席，多谢林议员哈。那张议员对这一个中山路，或者我们其实中山路现在大家昵称也都是美丽岛大道了哈。那的一家想法哈，真进步。那事实上，我嘛拄啊好，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哈，才找公务局和经发局，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美丽岛大道。我们经过整个那时候配合2009市运会做了一个大的改造之后，的确是非常漂亮。但是漂亮之余，我们有没有办法给这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美丽岛大道，给附近的商家多一点的生机，多一点市民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休闲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好，所以对这一个人行道上面，我们目前已经开始在研拟。第一个就是说，空间做一个适度的解严，等于说我们其实顾及一方面交通安全，
二方面行人卖公走路去给他挡掉，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一个人行道的空间做一点解严出来，让他允许在这上面有一些商业机制，就是宾馆看到吼，一家开始有一些咖啡座，甚至是啤酒座，或者说有一些有趣的街道家具，或者是书报摊，这是第一部分，咱希望把这个人行道的空间解严。那第二个部分呢，当然咱嘛爱看市场接受到安怎，所以已经也请经发局其实去访视我们这一些沿线的这一个商家，吼，因未来对这个人行道的运用是不是有意愿，是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我们要做什么不能我们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是这跟这一个周遭这个美丽岛大道旁边的店家，我们去给他参详说未来怎么活化运用会比较好，让他们其实在整个商业机制上面是有可能去做一个比较永续性的发展，不是说给他店办一个一次性的活动，一次性活动料就没了、哦、所以目前大概会朝这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空间解严，那第二个会配合这个整个附近的商家，然后这一个市场的机制，看有法度有一个持续性的那个商业活动，那在不影响交通跟行人环境的前提之下，让它去进行活化，那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方案能够在一两个月之内能够有一个初步的方案出来。好、哦，以上甲张委员做一个报告。因为吼、哦，我的感觉吼、哦，安尼中山路改造开了吼，不管咱是咖啡座啦吼，还是讲吼，底下吼办个活动吼，还是讲吼足济啦，我感觉有非常济。啊，麦当讲看人，啊纽约啊毛。法国啊，我法国，我去顶头去考察，我嘛感觉因个人行步道嘛计划了非常的好啊，因为一半是方便嘛，啊一半做咖啡做底下用坐吃咖啡啊，我嘛感觉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你要安怎去讲吼？甲按这个吼一个商家啊，甲这迄落要安怎来整合吼？甲迄落吼，我感觉这恁会当去思考，啊这恁嘛会当讲，这好的城市人安怎做，恁嘛会当去参考。我等下按国内，吼、哦，看安怎来用。我是从世，是讲按世界足济大城市啦，因个停车日啊，吼、哦，因个临时迄天，吼、哦，啊，家己个停车日打造，吼、哦，变非常个济，就像我下多哩讲过啊，咖啡座啦，唔管是行行山拢有足济活动。啊，所以讲吼，即、哦、种就是按嘛是爱努力啊，按嘛爱来试看我下呀，袂当讲按这样讲。安嘛爱实际啊，实际来做啊。这个人拜托阮徐副市长加无吼，你看安怎努力，安怎来把这物件，安怎来整体开发，这是上重要呀。哦，是徐副市长，啊，这都麻烦，我知影你讲的嘛，你超想要来做吼，啊，我嘛麻烦吼，按这动作无，嘛爱较赶紧一点安尼啦。好，谢谢。我这样的吼，所谓来请教吼，可能有着按两个局处，就是讲按个教育局吼，甲殡仪局啦吼。因为仁武中山大学吼，伊个校地个预定地啦吼，伊只主要就是讲按个校地24公顷啦，哎，只拢总是39公顷要到40公顷，啊，伊有15公顷吼，伊是军备局个，啊，尤其吼，只那因为这39公顷，这个墙啊吼，拢围起来。啊，不过内面呢，捌发生什么代志，你知无？内面也捌人贼啊，去偷内面偷家电线，迄个电掉电视啊，就应该电掉啦。啊来，过后捌有职业赌场，刷入去伫内面咧博缴，嘛捌有人伫内面伫食药啊。啊来。个登革热，因为伊足济人去啊，倾倒废弃物伫内面。所以讲，按中山大学无吼，啊甲安尼军备局，拢讲伊要来遮去到这样个几栋啊，你阿麦，当在中山大学讲来搞降息，十几栋啊，嘛无下落啊。因为我嘛捌去因办个公听会，因我嘛去开，这样个大学伊个自筹款讲爱50%。中央补助因50%，
啊，我也是想讲安尼，中山大学要哪去？你才来去这片二十四公顷呢？二十四公顷，你也刷几个学院怪？起起来，比如爱二十亿，中山大学那我都自筹十亿，这嘛是一个问题啊！啊来，军备局公益要刷怪家，要做保修厂，因为伊个保修厂将是大手，唔过搞将伊嘛四当花，嘛无动无静啊！啊，唔过这个是讲，按这块三十九公顷的，按军备局甲中山大学这块啦吼，伫在是大社甲林务的中央，啊，这块爱当讲甲伊个树啊拆起来，来做临时一个临时的公园，因为内面的硬体拢好啊，因为以前遐是平野，啊，平野内面伊都有道路啊，啊，嘛有排水系统，嘛有电，啊，嘛有旧的影射。冇厕所，所以讲，即个墙啊，我拆起来，啊来做一个临时的公园，我感觉非常的好。三十九公顷的，迄是偌大呢？啊，八成林木大厦，大南马客的人拢伫遮非常的近上近。我冇讲，即买当来开发，啊，我按教育局长啊，你的看法咧？来，局长请到。谢谢主席，谢谢张议员哦。这块中山大学在仁武的预定地，那我觉得确实闲置很久了。那但是我们在5月3号就去函问中山大学，你现在到底进度怎么样呢？他说他们还在做环评跟规划的这个进度，可是其实已经蛮久的时间。我想我们会更积极的跟现在的教育部赶快来沟通，看他们到底意向怎么样。因为我的感觉啦吼，因的意向也无足大，是讲将你去的问，伊甲你回答是安尼啦。因为你也实在讲实际，你有要来去，无可能拖久吧？因为十几年了嘛。啊来就讲，因将会围起来，你内面杂草丛生，你干嘛要树啊？内面的树啊？你来看内面啊，你喷药啊遐，这里去俾内面咧喷的。你看，迄草啊，啊，甲迄树啊，拢内面拢无维护呢。所以讲，我嘛要求看你大学迄面，你也真正无法度无吼，目前无法度来去，看会当讲吼，互安的先来使用呗，互安的市民嘛用会着啊，因为安开无足济钱啊，因为呐，里面的硬体设施拢有啊嘛，道路嘛有嘛，排水系统啥个拢有啊，啊嘛有旧的宿舍嘛。我蛮希望局长，你也感觉中山大学家无吼来协商一下，按家己的围墙拆起来，啊，让百姓暂时无吼会当伫内面做一个吼、休闲的公园，啊，大家嘛会当伫遐运动啊。好的，我想议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希望哦，很积极，希望他们能够有所回应，也符合这个城市里头的整个市民朋友的需求。我们会积极跟中山大学进行沟通。那共同看怎么使用这块地。麻烦局长啊，较赶紧一下，因为这块地坑太久了呀。要放了二三十年哦。好，谢谢局长。安殡仪局殡仪局哈，安主秘了哈，来来，安军备局家嘞。来，局长到。好，谢谢议长，谢谢我们张议员哦。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啊，你刚刚这个多功能园区这个方面哦，他目前他们的规划是要当联保厂，就如刚刚张议员讲的，他已经很多时间了。那我们下去以后，我们来协调，协调就是最好可行的方式，就是说，能让我们先来做这些多功能休闲的地方。啊，如果他不做，我们来强制他把环境卫生整理好。对啊，因为你自己看嘛，他里面的环境卫生，他们根本没有在整理嘛。你要提供个安家的拜托。按迄个环保局去消动呢？因都有咧整理，因嘛无咧整理啊！按多关开尔。好，张爷，我们因为以前我以前就去会勘过了，他们说他们要来这里盖那个保修厂嘛，对不对？军备局说要盖，可是盖起价降了几档啊？起价降了四五档啊！因嘛无钱通去啊！啊，无钱你袂当地伫遮，大家拢讲因好诶，我要来起啥，啊，我要来起啥，结论呢？我即块地39公顷放伫遐，
最佳的方式就是说由他们提供土地，由我们来整理，来让市民使用。好，好，局长。好，好，谢谢市长。我感觉吼，因为这里你因为你大社林务，你也非常的了解。伊这块伫宝武的对面，啊，这块地无吼，内面伊的硬体拢好啊。啊，主要是讲这两个单位看因会当吼要求按局长因家无吼，去把因的墙啊拆起来。啊，按市政府无吼，先来改维护管理，因为维护管理，因为里面的硬体设施拢有啊。爱当改成，因为伊无可能用目前啦吼。我知伊是无钱通来做啦，啊，毋过安会当先把墙啊拆起来，啊，互安百姓会当来使用。我讲拜托市长，这吼，因为买当拜托安尼公迄个公务局无吼，会当做伙来看歪啊。因为我感觉迄开开无足济钱。局长，公务局长，你这你捌你看过无？来，局长好。谢谢主席，谢谢议员哈，这里有经过啦。啊，有经过内面，你捌去看过无？里面没有，因为我足久之前我捌入去啦。因过兵啊，伫个时阵啊，因那个炮子部吼，那个一个炮击部，因搁底下三三输的时阵，那足久啊，一个一个炮击部底下，我捌入去过。伊内面真正有够水的，尤其伊树啊，拢非常的大丛。所以讲，我连讲吼，按三个吼，都教育局长、按殡仪局长安尼，吼安尼主笔，啊安尼公务局长，按做伙来看我呀。吼啊，我想说吼，招按陈副还是徐副一个，按会当来了解。因为我感觉这块按会当先来做工，我感觉非常的好个，因安内带动林务大社的发展。啊，尤其安内大社者目前吼按。到八公顷嘛咧进行当中，啊，尤其到八公顷啊好啊，遮按先来拨用来先目前做公园，即卖当中地方吼、哦、地方的当地啊个经济啊，啊所以讲吼、哦，啊那拜父拜托看安陈副啊吼，啊那会东安三区三个区处吼，安、啊、来了解一下安尼，啊即卖拜托市长，你后面吼爱敢到加油一下安尼，哎市长。市长答复、欸、多谢主席啊，多谢张议员。对于中山大厦吼、哦，咱的人物学地吼、哦，啊，放伫遐三十几栋吼、哦，啊，都伫遐互伊拍远，啊，要用唔用，到底要不要迁校啊？要底或者这个地方有其他的用途等等，拢一直是无清楚。啊，以我即个所在吼，少子化的因素。中山大学、哦、现在的校区也够大、哦、那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教育部也提到说中山大学、欸、还有跟高雄大学、哦、这个高雄大学那么宽、啊、这个部分、哦、为了我们未来学术的研究校学校的发展他们有没有可能合并等等这个都曾经被讨论过、啊、我的想法是说即摆阿未使用以前吼，啊第一个我会要求咱高雄市籍的立委，吼啊伊也是伫国防委员会，啊伫这个部分甲咱高雄市政府、顶顶中山大厦，我们三方一起来讨论。如果讲这个空地，中山大厦伫短期的时间伊都无使用，啊无使用，我觉得应该把围墙推倒。倒下，然后这个地方杂草应该做最好的整理啊，能够把这块的空地作为我们的市民休憩活动的一个空间。从军方这个土地啊，是教育部这个土地，现阶段哦，因为人口的因素、学生的因素，我们没有使用，至少让这一块空地不要安尼墙啊，安尼遐尼高。啊，弄回爬哼啊，然后就登革热各种蚊虫，这个都不适当。所以第一个，我会把张议员这个很好的意见，那我请陈副市长跟高雄市级的我们的立法委员哈，不管是邱志伟、赖瑞荣、刘世芳，刘世芳是在国防委员会，然后跟中山大学啊，我们来做一个协商协调，然后请教育部在这个部分。现阶段把这个校园
让高雄市民来作为优先使用，也不要让这个校园好像荒废，安尼不好，好不好？我们就这样来做。好，谢谢市长，感谢，谢谢。啊，拄啊吼，安地震局长，我拄啊有讲到安大社吼，区大征收这個，因为我甲你问，已经问到这几啊档啊，啊，到底这地情形目前是安怎？啊，请局长回答一下。多谢主席，多谢张总召的一个关心哦。因为这块大厦扩大征收，顶摆我有甲张总召报告过，就是讲，因为伊大厦是经过断层带的关系，啊，所以他需要做这个地质调查跟那个地质安全评估的一个计划。啊，阮即摆是有已经委托在做啦，到年底。当时完成，年底嘛。对，到年底。啊，年底啊，完成地质探勘刷。假如安报去内政部，内政部银建署啦，内政部银建署都委会，伊也够有意见呢。伊这是爱报去迄个土地征收小组里面啦，哈、哦，土征小组里面去审议迄个公益性必要性啊嘞，迄、个公益性必要性。我知，啊，你的看法嘞？当然，我即马是无当预测讲伊因遐委员的看法是安那，但是咱会把最真实的调查的一个结果。啊，跟那个公益性必要性的一个开需要开发的一个结果性，这个我知道了，这个我知道，我这样来讲，这块土地拖到降息嘛有够久啊，十几冬啊呢，到永春来到降息啦吼，啊到河到安河并线，安哥希望到你的手脚无法努力一下，吼，是，因为百姓大家都在期待，了解，哦，因为讲底下苦大清修，大家好底下。好、哦，阿妈局长看努力一下啊！我们会尽全力来办理这个区段征收的作业。好，谢谢。啊，安环保局长吼，因为这站吼啊非常多，安尼清洁公司、环保公司啦吼，拢来咧订正，就是讲吼，因甲安南区啦、焚化炉有签约，比如一个月吼，比如啦吼，签一百栋来讲啦吼，这样呢？伊无法度咧一百栋入五十栋，啊！不过伊甲别人已经签嘛，嘛甲恁签啊，按这要安怎人解决？局长，请你回答一下。来，局长答我。好，谢谢副议长啊，谢谢张议员啊哈。基本多谢张议员，我有这个机会甲安党的做一个说明啦哈。主要的其实，安个南区焚化炉，伊本身那路况那较好的时阵，一工会当烧到差不多1400栋。啊，那路况较歹，比如讲破工，也是讲有税收的时阵，差不多伫个800到900栋左右啦，吼。所以平均起来，一工会当处理的量，差不多伫个1200栋左右。啊，那讲伊平均起来，对啊，所以讲应该你签的，比如讲签100栋，你将好烧有50栋，啊，50栋要怎处理？我了解，因为这个部分是。考虑到讲南区焚化炉伊本身操作上一个安全的部分，所以我对只讲话讲一工差不多1200栋，阮规个评估起来的一个情形，南区焚化炉会当容许按这个程度业一工平均的量差700栋左右尔。要过按大家申请入去焚化炉的这个量，吼、哦、超过700栋以上，所以。阮为着规个操作上的安全，必须要做一个打一个折扣啦，必须要打一个折扣，吼、哦，无法度讲，大家讲要求100栋全部入去，安尼是造成南区焚化炉规个大家伊无法度处理，伊无法度处理，变大家拢无法度入去尔，吼、哦，所以当然增加出来这个部分，吼、哦，阮嘛希望讲，按这个业者会当走去。比如讲，走去工山，走去林木，哦，等等家，哦，其他的焚化炉来做处理，哦，啊，当然这个部分，阮后手，阮来尽量来协调，安尼林木甲工山会当来增加这个量啦，吼、哦，或者会当目前出来的量会当过，吼、哦。所以讲，你安去协调啊，你袂当讲因这嘛是讲签契约的呢，啊，本正安甲南区讲，比如安签100栋，你后入50栋，爱甲人签遐，要来处理。对啊，啊，所以这个部分，阮会尽量来含。伊个林务甲工商这边、化验这边的尽量来收啦。啊，另外一个部分，其实为什么大家即马全部拢想要走去南区焚化炉？哈、哦，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伊价钱比较低，哈、哦，伊个价钱比较低，所以目前阮嘛在研拟讲，未来要来提悬这个价钱，哈、哦，
哦，大家就是讲，卖讲规个拢钱去南区文化路遐，伊无法度来处理。哦，这个部分一定是每年我会来实施这个新的这个汇率啦。哦，所以讲哦，真要想什么方式，卖互人讲干签的话，互人个哦，比如讲伊甲人别人签，啊个干签，啊人去违约，安尼嘛唔好啊。哦，啊这你家己去衡量一下啦，吼、哦，麻烦，谢谢。这样的吼、哦，要来请教安水利局长啦，吼、哦，就是讲安林木地区啦，吼，安污水下水道吼。哦诶，建设何时启动啦？吼，因为我的感觉，因为安林木啦，吼，是爱河的顶游嘛，吼。啊，不过下骹拢整治好啦，顶游排落去嘛是个污水。啊，恁的起程是当时，局长。谢谢主席，谢谢张议员哈。那我们这一次在三年前已经把整个仁武大社的污水下水道系统重新调整。那这一次报给营建署核准的就是仁武区的污水，它有分成两个，就是直接把污水送到我们的南子污水厂以及我们的那个中洲污水厂，也是在旗津哈。所以这样会节省我们目前的一个建置时间、嗯。那今年度已经有主干管的工程要进行发包，目前在设计中。那预计是在民国107年底或108年底，就是要开始做仁武区的用污接管，会开始接污水。所以未来在这个案子持续推动当中，我们整个上游的一个污染源会慢慢的减少。啊，所以讲，因为那这里要较紧是那，因为伊是爱河的上游，你知嘛？伊伫北外这边嘛，对嘛？对。啊，所以讲，按下骹哦，比如三明区，家你这样做好啊，啊，你天管无做，你嘛是污水嘛是搁落呀？嗯，是不是？啊，所以讲，你这嘛是。时间来赶一下啊！好，这个部分我们会尽量把我们的一些设计标案的那个量吼、哦、再扩充，那也同步争取中央的一个补助款。啊，搁按大社嘞，大社当时大社的部分，因为当初在调整吼、哦，是直接全部的大社区都纳到南子污水下水道系统、嗯。那目前这一个案子还送给营建署在审查，那我们会再跟营建署这边来沟通，看整个进度能不能提前。因为按中山路、三明路啦吼，这啦吼，人口无吼，嘛非常的多啦。啊，你这排落就对后进西路对嘛？对对。啊，所以大车车吼，我嘛是讲希望讲吼，较紧一个啊，你时程啊，大车车差不多，你预定呢？大社我们现在。预定是如果营建署有核准齁，那大概我们明年度会开始做这个大社区的一个管线设计，那用户接管可能要等到108年底才会开始做用户接管、嗯、啊，所以我嘛希望讲安局长蔡局长你我赶一下齁、哦、因为啦伊这嘛是个排队后面起落呀，因为后面起你伫这边加些位了嘛，拢做好啊嘛，是不是啊？所以嘛嘛讲伫顶游个我无做啊，为了污水个对家对啊，恁个对啊去，所以我嘛是嘛讲感觉哎，较紧小寡呢。好，因为我们、原来过去在县府的时候，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系统。那因为有县市合并哈、哦，我们现在就是用最快的方式把它调到原来市区里面的系统。那这样会让整个下水道的建设更加快。好，谢谢。好，局长，我等一下请教一下哈、哦，我们公务局哈、哦，安赵局长哈、哦，因为这站哈、哦、非常多，你正在反映的是讲路顶的问题啦。因为我感觉路顶无吼，即个当甲公所无吼，按区公所啦吼，区公所路灯啦，安尼路顶啦，因为你拢差不多分做，比如林木大厦、大树交情啦吼，分做一包嘛，对不对？对嘛吼。不过这样的你就拄着困扰的工课是哪？标掉的厂商，比如像我遐山区啦、嘉诚就好啊啦。你顶要出去也未出去一啦，厂商叫伊爱家带啊，伊唔知影路啊。啊，你顶讲我，你顶是食歹用，我伫遐等你呢。所以讲，这种物件我有想看恁会当来配合公所，哎，你干事也是安怎？唔通讲叫你顶逐工伫厝咧等你来用修理路顶尔？这一个，请你讲吼，有一个配套方式无？看安怎来处理啦？局长，你请回答者。局长，请到。谢谢主席，谢谢张议员哈。有关咱路顶的维护管理哈，其实以咱这个区哈，差不多有一标啦。其实你也讲整体哈，整体在路灯维护的厂商哦，就是这些家属啦。啊，头头几晚咧讲的，可能个里长以现场咧等的话，其实那我那含区公所。不是里长现场等哦，是厂商开。讲里长啊，
你有滴的无？啊，你等我伫外口，无啦，我今仔我要来恁家修理露天啊，啊，你麻烦你等下一个，啊，你就伫台南啦。这个问题啊，现在慢慢不会发生啦，因为咱专隔用区。我跟你讲啊，吼，你说不会发生啦，这个我清楚有滴的啦。现在哈，咱隔用区的露天哦，每一盏路灯的灯杆都会贴一个编码。啊，那个编码从我们的电脑里面就可以看它的位置在哪里，所以迄个议员咧讲的这个部分慢慢啊会解决啦。好，谢谢张总召，下午继续开会哈。